各位同心，各位同志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恁哥来上高级班，啊，有人讲吼，有听讲上完高级班就会当做官呢。我讲上完高级班，敢会当做官尔呢？做官毋是大家想的遐尔简单呢。除了你想要做国民党的官，迄免啥物技术，你去遐坐，伊那乌白凳。啊，反正有当钱好当收，安就好啊。若要做迄款的官啊，是有可能。但是台湾民政府所属的政府官员是不一样哦。2006年十月二日，咱台湾民政府控告美国，得到胜诉，到2009年四月七日，美国的高等法院宣判迄五点。你读过去班，伊应该拢足清楚的。台湾人无国籍，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，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联合，承认美国，今日又阁是台湾的军事政府的占领地。当时法院要求行政单位爱帮忙原告对台湾民政府所要求的一切。为2009年四月七日以后，美国有一步一步在做，所以2009年八月初六，美国的最高法院，若讲这个最高法院哦，台湾人从来没有打美国的官司打到最高法院。这 Supreme Court 啊，他们讲，不是讲你轻轻菜菜，你要上诉到最高法院二个上诉不一样。美国的上诉法院啊，最高法院的时阵有规定，一般来讲一年差不多有1000多件的案件，但是拢用抽签的，就是高于最高法院的法官呢，都爱有超过四个，唔免一半，四个同意讲你这个案会使审查，安尼伊才有审查。所以一般来讲，美国就是你拍到高等法院的时阵。尤其是咱这种的属于民事官司啊，人权的官司，那高等法院啊，差不多是已经完全确定。台湾人在这方面坦白讲，他的尝试非常落伍，所以咱甲美国的欢迎以后，为2009年四月七日以后，高等法院咱上诉加最高法院，最高法院。在2009年的8月6日，美国的国务院向高等最高法院宣布说 OK， 停止，我们已经不要再对这个案子来抗辩。意思说，他们都承认，我们原告台湾民政府在文件里面所写的事情，都是真的，所以他们已经不能控告。伊无多回变，所以事实上呢，以后的这个法官含这个也做咱的律师，捌甲我讲，伊讲哦，您即马只有等待，等到你原告所有的事情准备好以后，自然法院会要求国务院将台湾的管理当局的这权力啊，交还给台湾民政府。所以在2009年的10月5日，以8月6日放弃抗辩，10月5日美国裁定，这个代志 deny， 这个 deny 啊，一个出来啊，吼，台湾人又搁看无，看去兵字典 ，deny 这字典里面，你敢来看过来底下，下驳回。事实上啊，所谓的 deny 啊，不一定叫做驳回。在美国的司法体系里面，这款就是驳回，就是待审，所以先把你驳回。为什么要待审？因为咱本土台湾人的条件不够。美国说好啊，我证款先给你啊，你是台湾人啊，你证明你要接到证款，请你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的证明，提到我美国看。当那个时阵啊，
2009年的时候，我们当然非常高兴。哇，这些人政权要行了，你有欢喜不？您这个打破拢假，因为你都不都证明你台湾人嘛？你怎么证明？在那个时阵，你提出来身份证顶管写中华民国，你中国人啊？你 passport 都提起来 ，Republic of China， 中华民国。那时候，在我和咱这干部。才惊到，原来咱做中国人做足久拢唔知影，所以咱就马上阁回过头来问美国，安尼我要安怎？伊讲真简单啊，你已经告赢了。咱伫10月5号，美国宣布 deny， 就是等待审理，先驳回。所以在11月6号啊，过当年拍摄，因为是过当年2010年，咱的接洽以后，国务院讲 OK， 那我们按照法院的判决，我们就帮你台湾民政府在华盛顿 DC 设一个办公室。你知道在华盛顿 DC 有设办公室的，请你举手。你都有看到上那个上普通的影片啊，有啊？咱设的办公室啊，9月8号，想来9月8号，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签约日，就是1951年的9月8号，所以咱在2010年的9月8号，美国所有的单位联合帮我们办了一个酒会，啊，正式给咱宣布，台湾民政府已经在华盛顿 DC。成立，所以在2010年诶10月啊，这是咱多开始的时阵呐，用平民政府六块哈，因为多开始，迄、那个英文的翻译叫做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这个 civil 翻译做啥？人民平民。但是后来咱跟美国协商以后，美国国防部讲，当我们回到台湾的时候。我们会用 USMG 美国军政府，那你台湾民政府呢？不要用台湾平民政府，安尼没有对称，你就用台湾民政府，安尼美国军政府、台湾民政府，安尼双方能够有一个对应。所以在11月6号，我们回到台北，我们就办了一个在欧华饭店。举办了台湾民政府的内阁成立大会，同时也成立了参议院。参议院成立以后，这都是坦白讲，都是美国给咱指导。参议院成立的时阵，参议院台湾公民权利法案你拢有，那个法案里面很多条文，跟美国之间来回3次以上。下去再给你打倒回来，下去给你打倒回来，最重要的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对这个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啊，咱台湾人搞不清楚，不要说台湾人搞不清楚，连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完全弄清楚。到那个时候美国坚持以后，咱才知道哦，原来台湾这个土地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叫做当时在中国流亡来台湾的中国人，的所谓的台湾人，另外一种就是战争失败以后的子子孙孙，然后到今天的本土台湾人，英语说 The people of Taiwan 跟 The people on Taiwan。 他们说一般人你如果没去研究的，你永远搞不清楚 The people of Taiwan 台湾人， The people on Taiwan 也是叫做台湾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咱有今天你去上国际班，咱是经过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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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完成的。2010年，诶，这个11月初6，我们成立了以后，咱就为迄当阵开始两项开课，第一开始训练台湾人来学习战争法，甲战迄个
战争法跟占领法。第二，和台湾人开始申请身份证，为2010年开始。讲起来你不爱相信，迄当阵美国吼很热心，甚至要求国安局、美国的国安局底下的公司甲咱做做这个身份证。咱的身份证后边那种晶片，迄当时这个公司伊成立以后，伊的国安局下卡的公司成立以后，做两个国家的身份证，一个是科威特，搁一个就是咱。你知影无？人科威特唔免一个月，伊两三百万人做甲马上做完，咱做半年，1000台的身份证都做袂起来。海比国公司先把倒去，你想看咩？八九个人员买一只机器，几啊十亿个机器，啊半年内底，干那甲你做1000台的身份证，什么人我懂？所以美国公司甲咱通知 ，OK， 我们这个公司要 shut down， 就是要关起来。哇，咱听讲要关起来，咱这干部偌愤怒呢？马上去甲伊讲，安尼啦，安尼啦，我阁补你钱啦。你讲你税出偌济钱，我阁补你啦。咱我会记得迄当阵一个月甲伊补伊4000块美金啊，足俗的呢。啊，4000块美金甲补一年啦。讲好啦，无啦，因为阁过半年，可能我来做1000分啦。但是后尾，咱阁透过关系，甲国防部讲，叫伊爱甲伊施压。我啦，你若甲我关起来，我要阁甲你告哦。你不能关。啊，当然啦吼，美国这方面较吃亏嘛，伊告输咱嘛，所以伊呢，迄当阵继续。好佳哉，天佑台湾，甲即马开始，差不多平均啦吼，三个礼拜啊，可以有2000份。你们拍拍手呀！哎，恁很奇怪呢，我感觉咱的反应拢足迟钝呢。该拍手的时候不拍手，啊，不该拍手的拼命拍。你看台湾人的那个思维哈，错乱到什么程度？你不是我你讲真正是安尼呢？你不相信？因为台湾人长久以来生活在这个环境内底啊，对台湾的国际地位拢没有办法定位。到底台湾是什么地位，没人知道啊！跟美国说台湾要独立，美国说台独代表战争，嘿，奇怪，你民主国家你也说台独代表战争，但是咱现在已经知道，咱控股以后，咱知道说日苏美战，我们很清楚，但是咱就是有一些计较的，哦，日苏美战，哎，有机会哦，啊，那个占领省议会，这样呢等宣布执政，哦，台湾人看偌天真就好啦。啊，有一阵人，迄阵人，阁是咱以前伫咱遮出嚟的人呢。吼、哦，都安尼合理合说，找四家伊拉马斯去甲占领省政府，坐15分钟去互请出来。啊，即卖呢，法院将这140个拢传票，一个一个甲传，拢总要判刑。啊！咱上课甲各位讲吼，恁当若挂美国国旗，所谓警察袂当入去恁家，我有讲，所以伊嘛在学。哦，美国旗若甲插落吼，啊，就袂当甲伊拔掉。结果你来看，去省政府，美国旗甲插落去，人用怪笑一声甲乌掉。哦，要来甲美国斗，美国 AI 去宣布讲，我唔捌你啦，我们不认识你啊。我们也没有承认你啊，所以现在那群人很可怜啊，但那群人他们说年纪都蛮大的，啊，和部长的形容是一些台独的狂热分子。所以我跟各位说，你在台湾民主的上课，我们不推崇武力，也不推崇暴力，免啦，免那么艰苦啦，那么艰苦你就免坐到要死，你只要坐就可以接到捐款，因为我们的用的是法理，
法理另外，咱即摆形容讲过五关呐。他多少有听到萨凯周六在讲，哦，初级班、高级班，这拢是读法理。好，你等于吹先想诶，你即摆即个班毕业以后，过一两个月想了，会甲你通知，你是不是愿意来法理点照？什么叫法理点照？就是你家己去想，你有能力，你想要去做台湾民政的政府官员，你来法理点照。法理点照的时候，为了要省你的时间，和你直接职务点照，有六种职务你可以去挑选。其中有一种就是咱即马伫第二教室迄顶少年啊，你有看吼？差不多150个。咱这个少年啊，150个黑熊军团，虽然名叫做军团啊，可是不打仗。当然早起第一节课，因为日头较无遐猛，咱就甲伊讲剑道、防身啊，好剑道。啊，这个明天吼，明天早上7:30都一个基本教练。啊，稍息，向右转，向左转。军团来的这三天，他如果能够结训。而且还有三次的考试通过，我们授予中尉的官阶。因为这个军团后摆派出去各州内底，就是警政署、CIA、FBI 的成员。我甲因讲吼，人别人做警察都爱4天，啊，恁干那3天，安尼不轻松吗？所以讲吼，你卖多你。不高兴，但是因直接去受训哦，这3天那个规定真多。例如讲，为教室去到寝室内底拢袂当讲话，你若讲一句话，你来教室，你来爱多徛一点钟久。这是安那？这是训练。虽然大家拢做过兵，但迄种的兵是国民党，和咱台湾人做伊中国兵，迄种的训练未必是我们所喜欢。所以咱予咱现主席的黑熊军团，学的是如何守规矩，上面的命令怎么样去执行？因为你后摆派去所谓派出所，这个分局，还是警政署，还是甚至派去这海巡署，派去调查局，派去白国安局，我们是让你都当督导。虽然你挂的是中尉，但是你的权力足大的，所以呢。我说基本的东西你要学，这是职前训练。有的人就开始，我所了解有的州啊，我跟你说很主席有很多的事情我不方便说，但是我让各位知道，虽然我们进这速度这进也有人一直想办法要把我们救给慢去，因为美国当时跟我们说是要训练4000个，当然我们现在有开会决定说要训练4400名，给训练400个，因为啥呐？就是惊讲有人要后卡。你真安尼，有诶耳腔真轻呢，好不容易羞羞诶讲，那也着去训练，免训练我已经高级班毕业啊，啊，我可以当官了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做官嘛是爱有一寡常识啦，所谓的职前训练，而且还有考试。3次的考试都要及格，当然很主席真好。咱尤其来上这个啊之前训练的学员啊，大家拢有通过。所以咱讲的即马高级班，为今日以后，你可能爱准备一套黑色的西装。这黑色的西装啊，本来咱有在做，后尾啊吼，因为人太多了。啊，可能有的在牛，黑白牛，啊，西装就长在底，搞不清楚。所以拄啊好呢，我唔是做生意哈，家乐福我无股东哈，家乐福有滴卖黑色的西装，干嘞规格拢拄拄一模一样，啊，只输2-3千块尔尔，当场4000，当场下身摕去，你会当去家乐福未？高级班以后，法理点招、职务点招、职权训练，通通要穿制服，白色的靴子、领带、帽子、帽徽，这个衬衫，这个西装的边啊，叫一个
啊，这个标志，我们的 logo， 安尼是你的标准的制服。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标准制服。您来为人坐高铁，为人坐国光、统联，你知影因即马互相因阿讲，哦，迄穿甲足清气的，啊，足有气质的，遐人绝对是台湾民政府的人。所以各位，咱高级班以后一定爱穿这吼、個，啊，查某的冬心甲冬季，你内底穿白就好啊。我们不爱替女生有强迫的规定。像咱即马这边即马已经八月份啊，今天八月二号，搁再十天，咱有六十几个人的团要去日本。咱去日本以后，咱分做两个团，一个团。就是滚秀迄个团，咱就可以去增卡去看人诶，增卡多期内地怎么样来规划？同时，遐厝是偌年清气诶。我相信咱大家人也可以记得你细汉诶时阵，日本时代，咱住伫徛街，咱诶爸母拢足打拼足认真，厝内底扫甲清清气气，外口嘛扫甲足好势。迄水沟啊，绝对通通通，含即马中国人来以后，诶情形都不一样。我要互咱各位去看，看日本诶情况。所以，因为当然啦吼，咱高级班毕业以后，你才有权利去日本。啊，但是这边恁袂赴啊，恁连看不看十二月诶二十号到十二月的二十四号的日本天皇祝寿团。加迄靖国神社的团，当时呢，咱即马毕业以后，你回去各州，你一定爱到州的办公室报到。尤其是职前训练，我们有发一个证书，议员资格证书，而且有钢印。内阁有一个阁员的资格证书，嘛有一个钢印。郡守有郡守的资格证书，有一个钢印。今天的下午四点钟到六点钟，就是滚秀的考试，不好考啦，跟他考是非选择题，八十题的是非题，啊，一百二十题的选择题，拢考袂过足侪人诶。每一摆呐，阮有两百个来考的时阵啊，超过二十个，只有过十分之一。啊，考试嘛无超过范围呢，咱的范围就是啥？新台湾论。所以你来看，无怪美国伫讲吼，虽然恁台湾的地位非常复杂，但你台湾人头脑内底拢是中国的思想、中国的错误的文化的历史的背景。所以我伫这个所在嘛，爱鼓励咱较少年的，都毋是讲老的就袂使啦吼。老的不管你偌，你几岁，你想要替台湾做事，你就念新台湾论。考试什么人拢会当考，拢无收钱，还佫请你食一顿饭，应该是袂歹，但是你不一定考会过。有个人甲我讲吼，我已经考十摆啊，啊，即马也袂过，啊，是不是可以加分？我讲可以，你超过四次就加六分，加六分以后不能再加了。所以呢，你就知影讲，这个法理的问题啊。有多难啊！所以恁在读册啊，所以有的人爸母带囡仔来，阮这个查某囝老高嘞呢，吼、哦，人迄律师的特考，咱一摆就过呢。啊，你这个台湾民政的这个滚秀的考试，考四五摆拢还袂过。我看中华民国迄个俄罗斯队啊，啊，台湾民政就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伫这所甲各位鼓励讲，台湾民政府唔是假。是真的呢，啊！这个真的就是你即马外口的人，雄雄有一天，免讲有一天啦，今年来这一定看得到。六月开始，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大量入来台湾。我咪讲啊，我都无看呀。咱有相片，恁的迄个班长有足侪相片。你敢那看一个现象，你就知啊。高雄甲台北有拢有美国学校。美国学校就美国籍的囡仔，才会使去美国学校读。
是安怎伊每一个学校拢增加三千、四千个学生囡仔，迄厝拢要过你去。啊，台湾所有校诶拢伫减班，因为台湾即马经济歹，无人敢生囡仔，尤其少年拢歹生。啊，台湾校伫减班，你美国校伫增班，啊是原因伫倒？就是美国要派人要入来台湾，虽然要派来台湾，因为台湾民众有控告美国嘛，你甲美国讲，你若无要恢复对台湾的占领，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，你无要遵守，我袂去甲你告。奥巴马他们讲，伊嘛真惊人告啦。啊，即马今日听讲众议院吼，讲提告奥巴马，这是破美国的历史头一摆。因奥巴马办一个健保的医疗，啊，所以我看众议员原来学咱台湾民主学了嘛未歹。哦，原来用过的有效，真好，真好，学了真好。因为我已经甲美国奥巴马佮讲过，你不管你甚物人换，甚物人做总统啦，你若台湾的问题无解决，我继续甲你告。所以，无做兵是一定的，免买军费嘛是一定的。即摆官，咱一定会接着政权。有人讲哦，安内一定要互你接政权，啊，互别人接敢袂使？互民进党接敢袂使？答案是不可以，因为民进党是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只有台湾民进党，这是完全照战争法所成立的一个政府。这是美国给我们帮忙的，所以有的人说，现在有人想要揪我们后脚，想要给我们挂我们的丢啊尾，快点来占台湾新政府，我们就能执政。全世界有这么戆的人，我想不到，我跟他们说，你如果要去占这个台湾新政府，不如去占总统府更快。新政府只占到台湾的小地方而已嘛，啊，你占总统府就是占整个中国，整个台湾嘛，敢不是？理论上就是这样嘛，啊，所以你看，那个不行，未成啦。啊，佫吼，遐台湾人佫受重计，就讲，我甲恁讲哦，美国叫我讲，叫恁家己遐去占新政府哦。我若甲你讲安，你要相信无？要相信你举手，啊，不爱信你举手，也袂歹呢，但是。有一百几个相信呢？你看，我感觉吼，有啥台湾是啦吼，莫怪人讲哦，台湾人好骗歹假，咱都爱用相是爱，我甲咱逐个咱这民政府的这新闻，咱是用假的。我若要用骗的，真简单啊！他今日对台湾跟着台湾民政府走，以后都是千万富翁，啊，大家相信是怎么变成千万富翁啊？所以咱台湾民政府走一个最笨最笨的路，就是先教育，先教育各位，让你知道台湾的真正地位，啊，然后经过法理点招、职务点招，然后职前训练以后，咱党的人都要定了等于你的州政府，你要跟州政府较接近的啦。咱家台中的，请你举手。台中州的，请举手。好，您即马面对的人是叫做台中州的代理州长，就是我。你不是台中州，你拍破要做啥？我是吼，先减俩，只有减俩哈，减两个月，因为台中州啊。办公室现在设在这个双十路，就是台中公园的正对面，双十路一段六号。哦，这个号码很漂亮，有四个店面会跨，可能是咱现在全台湾里面州办公室里面最漂亮的，台中州，希望咱大家人有时间来给台中州红茶，咱大家人一定要记得，咱欠700个而已，只差700位，
这个七百位，我是要给咱大家拜托。您即马开始来要介绍来初级班呢，请你们介绍年轻一点。我唔是讲你的年纪大啦，嘿，年轻一点，介绍比你年轻一点的比较好啦。因为吼、哦，少年的，给少年的机会啦。吼、哦，卖拢年纪大，可能占条条，好不？安尼好冇？哎，因为我明仔继续讲。以我即马三十岁已经教啊，我即马要教吼，那个庄院长列口哈，好，安尼我即马时间要教庄院长，来谢谢各位多谢。各位同心，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，好，下课休息十分钟。